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来看念力的秘密分享，请看第六面。第六面第八行啊，第六面第八行，理论上，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啊，任意时刻，都可以取得宇宙的所有资讯。这桩事情，贤首过思还原观上就说得很清楚，在三种周边啊，三种周边所讲的是两个作用啊，还原观上从一体起二用，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宇宙出现了啊，第二个呢是我出现的啊，所以我从哪里来的，是跟宇宙同时发生的啊，意念不具，这个意念不就是自信啊，自信里头的意念不具，这个意念不就没有原因啊，真的像这个科学家所说的突然蹦出来的啊，他讲这个意念呢突然蹦出来，立刻呢就消除掉了啊，所以速度非常快。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念啊，我们用今天秒为单位啊，这一念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一秒，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意念，这个念头那就是意念不觉啊，不觉呢才发生现象，如果意念觉，这个觉就是不动啊，佛法是不动是觉，动就是不觉啊，所以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第二句话，何其自信，本不生灭。那个不生灭就是不动，就是自信啊，就是常寂光啊。这一念不觉呢，就是动了啊。他这一动之后啊，他就老不停啊，这里面底下又有跑出来了。那一念不觉是迷，造成的现象的时候，那个迷是念念起出来的，现象这么发生的，发生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大乘经讲是有这样讲法，宇宙是时。一时顿现，一时就是一念，是顿现的，不是渐次的，确确实实就像我们的幻灯片打在荧光幕上啊，按钮一按的时候，这个整个画面都在荧光幕上，没有先后的啊，没有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没有，同时的啊，佛法是这样说法的，一时顿现，但是一时顿现呢，它立刻就消失
所以这就是说现象不是实在的。那接着是第二章幻的面，第二章幻的面消失是第三章幻的面，每一个幻的面并不相同。啊，我们今天讲大同小异，其实那差别还是很大。我们看到小异什么？看得很近，看的范围很小，好像没什么变化。如果你要是看到整个虚空法界，那个变化就太大了。一念里头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心细的沉住海空，在这一念里头。啊，有心息沉了，有心息坏掉了。啊，所以这三种周边里头，畜生无尽。这一句话就说得正确了。就在这一念里头，畜生无尽。啊，这个变化是阿赖耶，是变的。现象是心现的，是我们自心现的，啊，心现是变，啊，能现的是真现，不动的，所现的通通都是虚妄的幻象，包括十八庄严土，啊，这是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说了很多了，啊，十八庄严土是怎么来的呢？还是动，阿赖耶的业相。就是一念不绝，这个一念不绝非常微细啊，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了，但是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断啊。佛在经上好像没，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说法，我们读的经毕竟太少啊，三藏十二部没有把它看完，不知道其他经上有没有。啊，有时间可去查查经律意象跟这个法源作林，这是古人做的这些丛书。啊，把这个佛经上一些重要的东西他都把它抄在里头。啊，便于我们呢，这个寻找啊一些想知道的问题。啊，我们所推想的说，是因为你说见思烦恼有习气，啊，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啊，阿罗汉还有见思习气，见思习气断了呢，那就真辟支佛果。啊，辟支佛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了，他就是菩萨了。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之后了，菩萨就成佛了。佛有无明烦恼。啊，这是法界，无明烦恼断掉了，他就到一真法界去了。那他的习气没断了，所以我们就晓得，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无明烦恼断了，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无明烦恼，就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就离开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又有41个阶级。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阶级呢？如果以我们常理来讲，一个人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阶级？起心动念才会有阶级啊。不起心不动念，阶级从哪来呀？于是我们就联想到，那是
起心动念习气有厚薄不一样。刚刚断掉起心动念，就是破了无明，真的发生了啊！这就原叫初住菩萨，他习气完全还在啊。那么在十报图里面，时间长了，习气就淡了啊。习气淡了一分，他就到二住了。再淡一分呢，他就到三住了。那么这一共把习气分为41个等级，到等觉只剩一点点习气了。等觉是一点点，所以叫一品生相无明。我们注意那个生相，它现象。那么换句话说，它那个习气没有的话，相就没有了。所以他在一升起就到妙觉位妙觉就没有相了就没有现象了，回合常寂光了其如常寂光是妙觉。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很细心的去观察它常寂光三种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没有那是真如本性本性没有这三样东西所以那个叫真真的没有现象了常寂光永恒不变只要有现象就是在这个十报庄严图它那个习气还是有极其微细波动现象为什么呢？那一点一点都不波动了，相就没有了。所有现象的存在都是频率，就现在科学家所谓的弦定律。全是波动才产生现象，没有波动啊，现象不会产生。我们是从这个地方了解到。这41位大圣法轮大师究竟是什么回事情？所以41个位次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你说他有，他是平等的，都不起心动念。你说他没有，每个人习气确实有厚薄不相同。有人习气很厚，有人习气很薄。现象一发生，包括十报庄严图，波动就传递信息，传递资讯，实际上资讯，宇宙所有的资讯。这个就是贤首大师讲的示三变。是展示，它有三种周边，这它的性质。第一个呢，周边法界。所以，我们在任何一时刻都可以取得宇宙所有资讯、预知能力。你们有一样不知道，全知道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知道了？我们自己要想想，佛说我们迷失了自信，我们有无明烦恼，有尘沙烦恼，有见思烦恼，这些东西
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要知道，我们的本能没丧失，啊，永远不会丧失，因为那是真的。这个障碍呢，是假的，假的它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因为我们执着它。啊，如果我们把它放下，不去执着，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都不分别，都不起心动念，我们能力就恢复了。只要不执着，就恢复一部分。你的神通道力等于阿罗汉，就阿罗汉六种神通都出现了。啊，虽然不能够遍知全宇宙，他知道一部分。六道里头，他全知道。啊，对设法界他不知道。设法界里头，他只知道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比他高的不知道，在他下面都知道。啊，声闻法界以下的六道，他全知道。这神通广大，天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啊，如果他破了尘沙惑，就是分别不分别了，不但不执着，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这又提升了。啊，提升到菩萨境界了。那换一句话说，圆觉境界他知道，菩萨境界他知道，设法界里只有佛法界他不知道。啊，如果把起心动念断了，不起心不动念，他证得圆教初住，别教初地，他超越设法界了，他对于设法界里的状况完全知道。这个范围大了，不但知道啊，娑婆世界的设法界，设方一切诸佛如来的设法界，他全晓得。这是什么？这叫明心见性了。啊，放下起心动念就见性了。啊，性是圆满的，性是究竟的，性没有大小，性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对立。啊，真正回归到自性，还没有真回去，因为习气没断。啊，所以大乘教里面讲，在这个地位上破一品无明，同时正业分发生。啊，生十报土，也生也证得一分常寂光土。啊，只是证得没契入。要契入常寂光，一定要等觉，再提升到妙觉位啊，这才契入常寂光。契入什么？跟常寂光融成一体。啊，常寂光多大呢？就是全宇宙。所以入常寂光之后是什么样状态呢？我们的心，我们的身，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德能，啊，我们所有的一切啊，神通道理，没有形象，充遍全宇宙，一切处一切时都在。啊，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就是妙觉果位的，在哪里？就在此地。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它就像光一样遍满。啊，什么时候起现行呢？我们有感，它就起现行。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起现行，现身说法。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
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这在科学家看的时候，这全叫做能量啊！这科学家看出宇宙的能量，就宇宙能量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是我们自己的本性。那我们这个现象就是宇宙能量变现出来，在某种条件之下变现出来。所以这个欲来，这是底下一个欲知能力，这讲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晓得过未来的事情？只是未来事件以某种方式回到现在，你看到了，你在现在看到了，是一种逆时间因果性。你能够看到未来，是未来拉到现在来了；你看到过去，是过去提前到现在来了。时间不是真的，是假的。可以把时间过去的拉到现在来，也可以把未来的拉到现在来。你通通都看见。我们一般人讲。回到过去，进入未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层次，并没有连续时间这回事情，所以时间空间是假的。我们执着有时间，分别有时间，所以被时间控制住了。量子层次的纯粹能量，并无所谓的时间与空间。即回归到量子，这个时空没有了，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在八十规矩颂，再说在这个《白话明门论》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时间跟空间是什么回事情？是抽象概念，用现在讲，佛学的名词叫不相应性法，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不相应性法，它跟心法不相应，跟心所法不相应，跟色法不相应，但是它的升起离不开心心所色法，它从这当中产生的幻象。这种不相应的心法有26个，8个心法，51个心所法，11个色法，24个不相应。这是不就是抽象概念？这个里头有时间，有空间。他说十分，方分，方分是空间，十分就是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不是真的。但是我们执着有时有空就很麻烦。为什么执着有空间，我们就拘束了，不自在了。我们有缘尽的概念。执着有时间，我们就不能回到过去，就不能进入未来，就有了局限了。对，这个是可以突破的。突破，我们看到经教里面所说的。只要正果，本能就恢复了。
啊，小乘出苦，大乘出现，就恢复两种神通，一个是天眼，一个是天耳。啊，你眼睛看到像这些墙壁都没障碍，啊，你能够看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这个能力失掉了，他这个天眼并不很大，啊，比我们就强多了。那天耳，我们听不到的音声，他能听到。啊，用现在物理学来讲的时候，也很容易解释。我们看，现在只能看到极其有限的这个波段，光波这一段，我们能看见。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啊，我们用仪器，啊 ，X 光、紫外线，啊，能够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啊，夜晚黑暗，用紫外光看得很明亮，跟白天一样。啊 ，X 光可以透视。啊，听也是这样的，也只是声波一小部分，啊，比我们这个波长的听不见，短波也听不见，可以用无线电，啊，像收音机有长波、短波，啊，如果各种波段通通能听见，各种光波都能看见，宇宙马上就改变了，就变了。啊，叫空间维次，多维次的空间你全看到了。啊，这都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本来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佛其实没教我们东西啊，佛没办法教我们了，迷是自己迷的。悟还得要自己悟啊！佛只是教我们放下，放下就对了。啊，我们只要肯放下，别那么执着。啊，慢慢恢复，因为这个习气太重了，无量界熏修成。啊，现在还是依然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当真，我们的亏吃大了。啊，所以能不计较的别计较，能不着的不执着的就不要执着。啊，你放下的越多越好，恢复你的清净心，这是真的。修什么？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就修这个。啊，题是本有的。真诚是本有的，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蒙尘了，受到障碍了。啊，相宗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扼要。啊，因地上就是六十七十，因上转了，阿赖耶跟前五是果上转。你现在想修它不可能，你没办法，它是果上的。你把六十跟七十转掉了，第八十跟前五十通通转了。啊，那第六十是什么呢？分别，它不分别，就转第六十了。第七十执着，我不执着了，七十就转过来。这两种都是意念，啊，所以从意念上转了。意念我们为什么不能转？不知道事实真相，就不知道这是假象，啊，知道假象，我们就不敢不上当了，啊，一定要知道啊。
佛在经上讲得好啊，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什么？佛法，佛法不能执着，不能分别，用分别心、执着心，永远不结如来真实意。如来没有真实意，没有意思。你要用没有意思，你就看它，什么意思都看出来了，你才真正懂得如来真实意。什么叫如来真实意？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这就是如来真实意。那自信本有的吗？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啊，自信是真心，你要用真心才见到真心，妄心见不到真心，就这么个道理。啊，八十五十一心所是妄心。我们今天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不用它了。用的时候也是正用啊，决心用它。正心用它就没事了。用它可以普度众生啊。啊，佛菩萨在我们这里现身说法，感应道教，他真用啊，他要不用这个度不了众生。啊，因为境界不一样，众生入不了他的境界，他也没有办法把他的境界实现给众生。啊，所以阿赖耶还是有作用。啊，所以借家修真呐、啊，啊，这底下这一段，当我们透过感官、知觉活动，把能量带给意识知觉，就创造出在空间里啊。互相分离的物体，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所思所行，都可以改变我们的整个历史。这个意念有这么大的能量啊！我们透过感官，感官就是六根、六识。啊，六根是物质，六识。啊，把能量带给意识知觉，感官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啊，我们对外面境界的感触，那五尘呢？眼对的是色，耳对的是身。啊，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啊，把这种感官送到意识，送到第六识，这个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第六识、第七识能不能圆到外头？不能，他必须要靠这个。第六识永远圆不到外头境界啊，比如说眼是见，眼见了就像摄影机一样，把这个画面呢传到这个晶片里面去了啊，那个晶片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见分见到晶片里面的画面，他看到了啊，他不能直接看到外面啊，直接是前五识，所以前五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就是传送啊，传送给第六识，第六识分别，传送给第七识，第七识执着，所以第六第七识是圆不到外头境界的。
啊，是要靠这样传播进去的。啊，外面武士是老老实实的，看到我的什么传，不管是善的、恶的好，真的假的，他全传过去。啊，由他们去分别、去指出，所以造业是他们两个造的，前五是不造业。啊，七情五欲是他们两个，前五识里头没有七情五欲，啊，非常单纯。啊，阿赖耶是个仓库，资料室，把所有资料都藏在里面。啊，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从资料室拿出来说对照，嗯，没错，这是过去见过，有档案的。啊，是这么一桩情形。这个科学家也说到了，啊，也说到了，嗯，所以创造出空间互相分离这物体，啊，那么底下这一句话要紧，我们当下每一个所思所行，都可能改变我们整个历史，这对个人的自己的。啊，我们看一桩事情不顺眼，看个人不顺眼，看个动物不顺眼，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为什么呢？这个不顺眼，这个意念的时候，到他那里，干扰他。啊，他也不喜欢，这样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结。啊，来生来世遇到烟碰的时候，他就对你不顺眼，叫冤冤相报啊！这个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啊，我们看《案事全书》前面一半。文昌帝君胤之文，你看文昌帝君一十七世为士大夫，他给人建的这个院，原来都是小院，小院变成大院，大院变成是不能够解决的院的院愁，世世代代抱来抱去，不但自己受罪，还让许许多多众生连带受苦。啊，他做了龙王了，要把他的仇人淹死，那无缘无故的这个众生也都被淹掉了，所以那个业就越造越严重。啊，那个伤害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念力也教我们，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念头要负责任。啊，决定不要起恶念。啊，决定要控制自己的言行啊，因为言行有的时候是习气，习气虽然无意啊，但是受害的人他不原谅你，他认为你是有意的，你这个很冤枉啊。所以修行修什么？就修这些，要把这些不善的修正啊！不要以为没有念，没有事情。我们起念，为什么不起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想阿弥陀佛？如果我们真的想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必定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这一生做佛去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但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全是搞六道轮回，就是两条路，没选择的。啊，证了果的人，他可以选择，选诸佛他方净土，啊，选择
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他能选择。我们一般凡夫一点功夫都没有的，一个就是三途，一个就是极乐世界，肯定的。啊，修福报修得大的，也许可以到忉利天。我们同修当中就不少过，到忉利天去了。到忉利天上也着急呀，啊，还是希望求生到极乐世界。啊，只要靠这些同参道友帮助啊。啊，给他立牌位，真心修行，给他回向，管用。只要是真修，他能得好处，他能得利益，可以帮助他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知道这个回向、祷告，它真管用。啊，但是这些东西是治标，不是治本。治本要从自己心地上改变，啊，改邪归正，这治本。人体就像一间覆盖大半个美国的工厂，这工厂可大了，不小了。平均由50兆个细胞构成。啊，记住是50兆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里头有多少粒子，那个数字就太大了。这细胞啊，我们知道细胞是由原子粒子构成的。那原子粒子呢？是由夸克，是由量子啊构成的，越分越细呀、啊！啊，这是很大的了，我几乎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细胞啊，50兆个构成的啊，每一秒钟发生10·24次方。这是多大的数量？你们去查一查，跟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这个波动现象比较一下，啊，都是用一秒钟，啊，一秒钟里头发生多少变化？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是1600兆，一秒钟。所以整个宇宙啊，真相如是啊，都在那点波动。这波动停止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停止，停止就回归和常寂光了，啊，就回归自性，没有一样是真的。《金刚经》上佛说绝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变法界、虚空界，全是有为法。只要是波动现象，就是有为法。那个无为法是什么？你看，《白法明门》的无为法6个无为，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的无为。其他的5种呢，是相似无为啊，好像是无为，它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波动不停。那没有波动，它就没有了，就见不到了啊。6个无为里头有虚空，虚空好像是无为。其实虚空还是波动现象啊，波动停止了，虚空没有了。
但是这是极其微细的在波动。贤首过失给我们讲的畜生无尽，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幕后那一句的时候很重要，含容空有，这一句太重要了。啊，这种心量大，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量大佛大。啊，量多大了？佛门里面常说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真的，一点都不假。含容空有，含就是包含，空是虚空。心比虚空大了，能包含虚空啊！啊，容有，容是容纳，有是万有。整个虚空里面的统统都容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律平等。是，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心量，现在变得一个人都不能容纳，你说变得多可怜。那心量越小，小到最后就到地狱去了。啊，最小的心量啊，魔鬼心量比地狱大，畜生心量比魔鬼大，人的心量比畜生大。我们今天心量要不如魔鬼畜生，那就再下地狱去了。啊，为什么心量这么小呢？计较。分别计较啊，所以佛在我们学习起步就教我们破见惑，见惑不破不能入佛门啊。我们今天说老实话都是在门外啊，净土是特别法门，我们托阿弥陀佛的佛宝，让我们从特别管道进入。特别管道只有这一个，其他的管道是84000法门啊，门门都要具备这个条件，破身见，破边见，破见取见、戒取见、破邪见，你才能入门啊，只有净土法门。但是净土法门三个条件：真心、真愿、真念。啊，对净宗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我们在今天做一个榜样。我学佛60年，讲经53年。现在把心定下来，一门深入，专念阿弥陀佛，专讲无量寿经，其他的我通通都不干了。告诉大家，我60年、53年教学，我选择这个法门。啊，我在这个法门里头肯定成就。啊，不但世间法放下了，啊，出世间佛法也放下了，就留这一个。重要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要真成就，决定有把握成就，还是一个放下。啊，千万要记住，要放下，应该放下的全放下。
不该放下的也放下，我们才能成功。摆在我们面前就这一条光明大道。幕后这个真有群体意识、全球意识，这个有啊，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在群体意识是什么？全球意识是什么？贪嗔痴慢疑，全球的。你去问问这五个字，哪个人没有？所以社会这么乱了，人生活这么苦啊，地球灾变这么多啊，就这个意识。那么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人人都了解了，我们把贪放下，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这地球马上改观。变成呢？变成极乐世界，那我们就要晓得，极乐世界里头找不到有贪嗔痴慢疑，一个也找不到啊！带着贪嗔痴慢疑的升到极乐世界，来，你去世往生，一定佛来接引。佛来接引，首先佛光照你，这佛光一照，你的贪嗔痴慢疑就没有了，你才有资格进入极乐世界。佛光厉害呀！佛光是什么？是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还要加上10劫他老人家度化众生的功德。世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成佛以来到现在10劫，这个10劫是他接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人，这功德多大，这个加持力量还得了啊！科学家在这里告诉我们，别人加持力量等于我们自己修行力量。问题是我们要接受加持，不接受就没法子了。欢喜接受。那么接受的条件就必须把这个事情娑婆放下，放弃。真能放得下，你就真能接受。待业，古大德讲得很好，待旧业不待新业。昨天以前的都叫旧业。今天之后的这新业。永远是这句话。今天过去了，到明天了，那明天变成今天了，今天也变成过去了，带过去的业，不带今天的业，所以到最后临终的一念，那一念之前是旧业，如果那一念成问题了，那是现前的业带不走了。那么妨害往生的就是贪嗔痴慢疑。亲情放不下，财产放不下，
啊，嗜好放不下，这都属于贪心啊。啊，那个人惹我生气，我还没报复他，这是嗔恨心。啊，对于很多法门，我还想学，还没学会，学会，啊，这愚痴，啊，通通要放下。啊，归纳起来，总不出这五个字，这妙极了。啊，这五个字能放到心上放下了，啊，其他就容易了。其他人怨恨恼怒烦就容易了。你心上没有贪嗔痴，痴慢疑，这情绪就稳定了。啊，造业呢也不会造，杀盗淫妄不会造这个事情。啊，最重要是心。啊，最高的修行是修行，啊，所以这个群体意识啊，我们了解现在人情绪，啊，这人民的情绪，特别是恐惧情绪，越强烈，对随机事件产生气越有条理。啊，这就是一种特别恐惧。他这上也举了例子，举911的事件。啊，这个事件在电视上一报道，啊，全世界的人都紧张。啊，这个群体意识就特别浓厚。一群人心念一致，效力会比单个的心念来得大，那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共修，共同在一起祈祷，这个力量很大，能引起强烈情绪和高度的专注。当然，莫过于灾难性的事情，因为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啊，也就是最容易专注的。改变外面的环境，必须要有非常专注的这个念头。啊，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讲那个大夫的事情，啊，把人家的病体从内脏里头，药力达不到的，把它转移到容易治疗的地方。啊，那个就是非常专注，他真的把病毒啊转换地方，让他很容易把它治好。啊，大夫懂得这个道理啊，啊，可以移动的。那佛法里就更高明的。啊，许许多多严重的疾病，啊，致命的这个病毒。自然就好了，啊，不要用药物，自然好了，那比那个大夫还高明啊！啊，这什么呢？也就是高度专注，把病治好了。这个高度专注是，他专注在善。
我们所晓得，都专注在阿弥陀佛，专注在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个病这个事情忘掉了，完全不理他。你想想，这个佛号的功德多大？自自然然把他带病毒的细胞全部恢复正常了，道理在此地。 这个就是前面有一小段讲到，专注一念佛这个之后，要放下，要复投，这个事情是由佛来处理，由佛菩萨加持，佛来处理，我们就根本不要过问，我们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他自然给你处理好了。 为什么你寿命没到？你就会好了。你寿命到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寿命没到，自然就好了。就这个道理。静坐者的心灵呢，会以同一频率共鸣。这禅修。 在美国，我们常常看见，多半是西藏的喇嘛，还有日本的修禅的，我在美国参观他们的领袖，同一个频率共鸣。 共鸣的频率能让四周环境杂乱频率趋于和谐，调和个人的内在冲突，可以调和全球性的冲突。灵修首先是调和个人内在冲突，让心归于清净。 一切善恶恩怨，统统放下。都不要去想了。禅修有很多的方法，其实我们念佛也是属于禅修。我们将自己的心集中专注在佛号上。 所以佛在大集经上说，持名念佛是深妙禅，还不是普通的深妙禅，无上的深妙禅。 这一般人不知道。八万四千法门，方法不一样。八万四千，就什么全是修禅定，念佛法门也不例外。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到定。怎么知道呢？你看见思烦恼，不去想它，自然断掉。 业障习气，不知不觉也自然化解掉了。这个效果多殊胜！你用其他法门断烦恼消业障，都不容易，很难见效啊。唯有一心专注念阿弥陀佛，效果比什么都殊胜。 关键就在专注，这上还加个高度专注。
真产生效果。我们为什么不能专注？为什么不能高度专注？我们的杂念太多，没放下。啊，一方面想念佛，还有一方面乱七八糟的事情在干扰，把我们专注破坏了，所以效果不长。如果没有这些干扰，我很容易进入专注。进入专注就是念佛三昧。啊，高度专注就非常可能开智慧。啊，智慧现前的时候叫理业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是相同的境界。啊，能够把烦恼习气通通止住了，就是没有了，这是四义心境界。啊，四义心境界生方便有余土，离业心境界生十报庄严土。四土三倍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善导大师讲的，这个不得了啊！啊，用念佛的方法了，可以把我们带到高层次。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真正明白了，就要落实在事实、日常生活、思想当中。我全不执着了，我一切随缘了，什么都好了，这境界马上就上去提升。啊，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众生，随喜成就自己的功德。啊，所以个人和谐，就能够调和全球性的冲突。啊，这个我们参加联合国的会议，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自己本身不和谐，你怎么能调停和谐？啊，你要调停和谐的话，你本身要和谐。他们没想到这个问题，总认为冲突是双方的，所以永远不能调停。那我们提出这个说法，他闻所未闻，没听说过。啊，冲突在哪里发生？在家庭发生，在你本身发生。啊，本身怎么冲突啊？本性跟习性的冲突，这就不和谐了。那你这样的心态，你去调停这个和谐，不可能的事情。啊，这跟我讲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在他们经座中发出意念，解决该地区的冲突和减低暴力犯罪率。一个地区有1%人口修习超觉经座，或是这个地区有1%平方根的人口修习超觉经座，在任何种类的冲突啊，谋杀犯罪、喝药啊、交通意外都会减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佛堂里面静坐，就能产生这个功效。可是真修的人，
修得如法的人不多。啊，坐在那个地方，坐的身体如如不动，心里还有妄想，不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必须一个妄念都没有。外面人这些妄念，要晓得，这个意念呢，它碰在一起，社会上大众的妄念，就像大风大浪，这浪。很高，那我们修行人这个念头啊是平静的。这两个冲在一起的时候，就把他那个大浪啊变成了中浪，他犯罪率减少。啊，我们也跟他的波浪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浪也随着他，但是我们能控制，他们不能控制。啊，这减少就这个道理。啊，在中国，像钱塘江看潮水，啊，潮水来的时候，你看看浪花，从海外冲进来，里面是平静的，外面是大浪，一接触之后，慢慢都平了。啊，是休闲人这个波，啊，跟这个社会人波确实能够。让他们心地减缓那些冲突，啊，那些不正的念头，啊，确实可以帮助他们。如果马赫喜大师的公式啊没有错误，就一个地区只要有1%平方根的人修习高深的超觉静坐法，皆能影响整个地区。那8084个精进静坐者，就足以影响全世界。啊，可这8048个好像很容易，实际上很难。啊，这要找像谁呢？像虚云老和尚这样的人。哎，能找到8084个可以救全世界，他真有定功啊！他真放下了，我们临时凑8000个人不行啊！啊，外表上看起来好像不错，里面思想是乱七八糟的，杂乱无章啊！啊，所以他不产生效果。啊，必须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啊，短时期行，时间长了就不行。啊，江本胜博士不错，找了找了350个人。啊，在琵琶湖做祈祷，时间1小时。啊，告诉大家我们来做实验，1小时。放下一切念头，专门想专注，高度专注，啊，对着湖水，啊，湖水，我爱你，干净了，啊，湖水，我爱你，干净了，就念这一句，心里想着，口里念着，1小时，这个树会真的干净了，干净了半年。半年以后，它又脏了，气味又出来了。啊，这个实验是念力啊，集体的念力真产生作用啊！啊，即使人数不多，只要整群人。强烈专注精神，亦足以产生巨大效果。这些都是真的。
啊，宗教里头集体的祈祷啊，佛门里面具现啊，千人念佛，万人念佛，有效。啊，李老师往生极乐世界，这不说别的，单单讲他往生之后那个749天，啊，同学们念佛送往生，749天，日夜不断，多少人呢？600人。啊，围绕在外面很多，看到哪个人累了退出了，马上就有人补了过一次。啊，整整600人里头，没有一个缺席的。那人要这不断这换人就是了，啊，离开就有人补上去。49天日夜不断的，在台湾大概只有这么一个，空前绝后。你过去没有，未来恐怕也没有。啊，这是老人家在台湾、台中弘法38年。啊，那个念佛的人是真心的。啊，对于老师是感恩的心啊，报恩的心啊。啊，我看了非常感动。我们的思想意念足以对抗全球暖化这种具潜在摧毁性的力量。啊，这个全球暖化麻烦大了。怎么来的？成会来的。啊，大乘经上讲得好啊。水灾，贪心感应的火灾，啊，地球的火山爆发，地球的温度上升，这个暖化，都是属于嗔恨。啊，风灾是愚痴。啊，地震是傲慢，功高傲慢。啊，现在还有山崩地陷，很多这个现象在全世界发生。啊，山塌下来了，地陷到地下去了，这是怀疑。啊，如果这个心态改变过来了，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这些灾难全都化解了。啊，用这个集体意识祈祷是可以，只让它速度缓慢。啊，灾害减轻不能消除啊，所以消除一定要靠断恶修善，改邪归正，这个要靠教育啊，所以祈祷能收到临时效果，时间不会很长。啊，教育太重要了。
现在人对于古圣先贤心态都非常傲慢，认为自己很聪明，古人比不上今人。不知道古人是有智慧，有德行，有智慧。现在人有才艺，有知识，没有智慧；有才艺，没有德行。山崩地陷，几个人求，科学发展到今天，我们看的这些资料，这新兴科学，最近30年才发现的，心理可以控制物质。佛经说实在讲，它是真的好东西是从明心见性里头流出来的真理不是一般东西，是清正的境界，那不是随便说的。但是没有人学习，没有人讲解。我们回想，在中国晚近乾隆嘉庆的时代，寺院庵堂都有讲经啊。那个时候的大师多我们看经典的注解。在那个时代，注经的人、讲经的人多。现在人不学了。日本丢掉400年，咱们中国丢掉了200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要帮助这个社会。说老实话，除了讲经教学之外，其他都没作用，都起不了作用。只有这么一个方法，大家一起来干，会起作用。要真干呐！30多年来，许多科学家相信念力存在，并非是种轻信。这个相信是有科学证据的。对人类意识的前卫研究，因为大家还没有普遍承认，好像打仗这前锋部队，前卫的研究，推翻了各种我们迄今认为是确定不疑的科学事实，就真的推翻了。这些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宇宙一切彼此关联了，不断的互相影响，不是毫无关系的。我们周边的一切人事物，
人则不必说了，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他们就跟江本身水师宴一样，他们都会听，都会看，都懂得人的意思。啊，你不要以为是一块石头，你瞧不起他，哎，他会看会听，懂得人意思，他会有反应。啊，所以不断的互相影响，许多被我们奉为无上权威的物理法则，并不是金科玉律。啊，这些科学对他们是产生一种冲击。啊，那么老的科学已经搞了300多年了，那他们现在很不容易放下了，面子问题啊。啊，所以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远不止证明人有超感觉能力，和肯定超心理学是一门有效的学科，甚至还让整栋科学大楼啊摇摇欲坠。啊，这就是最近300年的科学。啊，他们，啊，这个下面我们把它念下去就清楚了。至少有40个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顶尖科学家已经证明，生物体会不断即时互相传输信息。啊，生物体包括了细菌，包括了花草树木。啊，都不断地互相传递信息，啊，传给谁？传给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有感觉自己不知道。啊，感觉有痛痒的时候，痛痒怎么发生的？啊，与这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也传给他，他传给我，我们也传给他，互相传递嘛。我们对他要传递爱心，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要关怀他，要好好照顾他，共存共荣。啊，我们爱他，他也会爱我们。我们关心他，他也会关心我们。啊，我们不理会他，去践踏他，他就会怨恨我们。我们过去无知不了解，啊，做错很多事情，现在晓得了，回头改过。啊，对于树木花草的时候，我们要爱心。啊，对于一切小动物，真诚爱心。啊，我们现在开始对它，好像还没有什么反应。天天这样对它，你看看，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后，马上就变了。为什么？它感动了。啊，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把自己与环境看成二分，自己是心理，环境是物理。啊，今天科学把心理跟物理分开了。啊，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心理跟物理是一体，不能分开。啊，佛经上讲得清楚啊，阿赖耶的三细相是永远分不开的，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它包括能量。
啊，用科学名词说，能量、信量、信息、物质，它是一体的，决定不能分开。啊，科学告诉我们，看到最小的物质就是光子。啊，这小光子，啊，最小的，这小光子里面有受想行识，它有意识，而且呢，它能够收集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啊，我们今天看到经片，这觉得非常惊讶，过去人无法想象的。啊，指甲这么大的一块心晶片，里面可以含藏一部大藏经。啊，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肉眼看不见最小的物质现象量子，量子里头含藏整个宇宙的信息。那这个这么大，含藏一部大藏经算什么？啊，那就知道我们身体有多少个小管子。啊，刚才讲细胞，细胞有50兆，一个细胞有多少小管子？大概也要用兆来计算。啊，每一个小管子都含藏着全宇宙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永远不断的在互相联系。啊，这个东西不就是贤首大师讲的畜生无尽呐、啊，含容空有啊，讲绝了。啊，没有这些科学证明，我们对这三句话解释不够透彻。你把它跟科学一对照的时候，这佛真了不起。啊，300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你今天怎么说都超不出他的范围。畜生无尽呐、啊！啊，这就是互相传递信息。那我们每一瞬间都不断地在改写自己的世界，这就出生无尽。设法界一真庄严，每一秒钟不知道有多少变化。啊，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啊，真在那里起变化了。所以我们必须开始对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心存警惕，哪怕是默默无语的时候，也还是与世界处于互动关系中。啊，这个互动我们一定要知道，是对于变法界虚空界的互动。啊，因为自信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啊，变法界虚空界，所以说是念头才动，全都知道，信息全到了。啊，这是我们佛门里常讲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谁有这样敏锐的感应？啊，变法界虚空界每一个信息来的时候都清清楚楚。啊，所以电脑比不上。差远了啊！佛告诉我们，拔地以上，
完全清楚。啊，八地以下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说道，他知道有，但是可能不很详细。啊，八地以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在一秒当一秒这个时间当中，所处理的这些信息，无量无边呐、啊，无尽无数啊。啊，每一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自然现象，都是每一秒钟1600兆的放送。啊，把这信息往外放。那么每一个生物跟无生物，每一秒钟也能够接收啊，所有一切放射的啊，这一面放射的1600兆的通通都收到。你像我们的身体放射，这能量多大啊？单讲细胞就是50兆，每一个细胞都在放射啊，我们佛法这个名字叫放光啊，科学的名字叫法身。对着法界虚空界啊，所有的一切现象啊，今天科学讲的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一体，真是一体，不能分割。这个关系太密切了，所以整个宇宙的核心就是个爱心。啊，这个爱心是最美的、最圆满的。啊，江本博士做的这个实验，啊，拿图案的给我看。啊，他问我，好像这个爱是宇宙的核心。啊，一个爱跟一个感谢，叫感恩，它是宇宙的核心。啊，让我们想起夏威夷古老的医疗法。啊，它就4句话：我爱你，第一个就是我爱你。啊，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幕后谢谢你，就4句话。啊，治疗的这个治疗医这个医生不必跟病人见面，而且距离1000里路都没关系，都能把他病治好。只要看他的病历，不要看他的人，只要看他的病历。啊，怎么治法呢？这个治疗的人的时候，把他的病想成自己的病。自己用意念把自己的病治好了，对方就好了。啊，不要见面，神奇啊！已经治好了几千人呐。所以现在美国跟日本在研究这段事情，这太奇妙了。不要用医药，啊，不跟病人见面，就能把病治好。意念完全是意念，什么意念？爱的意念。啊，能够把身体所有的这些疾病，这个带着病毒的这个细胞啊，统统恢复正常，用爱。啊，用谢谢，用爱。啊，说对不起，我不小心，怎么会让你染上病毒？请你原谅我。
啊，谢谢你，他病毒就好了，非常有效。啊，那么这个治病人是个修行人，啊，是一个有恒深定功的人。啊，日本跟美国去研究，如果不是有定功，不是真正有爱心，他做不到。啊，你晓得这个方法，你的爱心不到位，产生不上效果。啊，必须是纯一的爱心，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他的能量就有效。啊，对一切众生还有些厌恶的，那就把你的爱心破坏了。啊，为什么他能量那么强？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啊，病例一看，他得的什么病？想到我跟他得同样的病。啊，我用这个爱心来治自己。啊，等于说回向给对方，这就好了。就讲意念，对别人，跟他调整他的力量相同。啊，我真调整好了，他就没事了，就好了。都是这一样的道理。啊，现代医学必须完全承认念力在治疗上的重要角色。毕竟心灵一次又一次的被证明，要远比最伟大的药物更有疗效。啊，这是近代科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特别是呢，这个地球上将要发生灾难了。这灾难来的时候，人会很辛苦，瘟疫会很严重。用什么治疗？用念力治疗。为什么你到时候找不到医药？啊，你也找不到医生。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一念。而夏威的这个古老的方法非常有效。啊，我们今天培养是培养自己的爱心，培养自己的信心。啊，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最重要的，相信自己本来是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要在这个地方生起信心。啊，要相信自己跟弥陀是一不是二。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得到佛力加持。啊，阿弥陀佛加持，我们完全能接受得到。啊，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底下这一段，我们必须重新调整对人类生物学的理解。人类具有一种能影响世界浩瀚的潜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我们的思想是一种不可穷竭的资源。啊，这个里面思想，在佛法里，思是三心，想是二意，就是八识。
自性本具的智德能量，是永远不会穷竭的资源。是随传随到，医治疾病，清洁城市。现在讲染污，改善星球，改变我们这个地球的这些灾难，改善空气和水的品质。 减低犯罪、交通事故以及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只要愿意，任何普通男女都可以为攸关全球利益事务尽一份力。这实实在在的，科学家了都变成佛菩萨了。 他们跟佛只是一张纸的个，突破了就成佛了。用科学的方法来求证。我们人类以及一切众生本能的力量。 这就是现象里头有自信了，现象永远分不开呀。要发现，相是物质，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相的背后是性，性的能量是无限的。 是没有限度的，你要从相把性挖出来，那可不得了了。总的道理就是这个。佛门里头，禅宗讲的明心见性，教下说的大开圆解，就是见性。 净土里面讲的理业心不乱，我们契入这个境界，这些能力全恢复。我们能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这个星球。 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任何普通男女都可以做得到。全球利益的事，这是多么大的功德，这是多么大的好事。怎样才做到放下自己？ 这是头一个条件，没有自己，自己跟宇宙、跟一切众生融合成一体，要常坐如是观，常常就是要专注，要想这桩事情，我跟宇宙整个宇宙是一体。 宇宙的能量就是我的能量，我的能量是宇宙的能量，它就起作用了。你把它一分为二，宇宙的能量你就用不上了。佛法讲它加持不上了，我们是一体的话，它能加持得上。明白。 明白了意识力量以后，可以让科学与宗教更加靠近。生命并不是只是一些化学物质和电子信号的结合，这是现在很多科学认为不是身体，是一些化学物质、电子信号。电子信号就是心理，不是思想。
化学物质是我们的身体，啊，是这么个东西组合的，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啊，这他看错了，他完全是从现象上看的，现象后头有自性，有本体，啊，他看不到啊，啊，就是前面科学家提的。零点能量体，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真如本性，啊，因为真如本性真的是道理，它什么都没有，啊，要是有个一，阿赖耶出现了，那二。这阿赖耶三细相出现了，啊，中国古人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道家讲的，啊，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都是道家说的，啊，这些人如果没有契入这个境界，这话说不出来呀。啊，说出这些话，今天这些科学家要遇到了，对他们会非常有帮助。啊，给他们就很大的启示。你看，中国人3000年前就说出来了。啊，这事实真相就揭穿了。啊，底下说，我们必须对许多原始文化的传统智慧保持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对念力的性质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啊，说实在话，这是我们也有的，各个人都有的，只是我们障碍太多了，啊，就是烦恼、妄念、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这些东西，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啊，所以这些文化几乎都相信宇宙有一个统一的能量场，这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就是真如。啊，这个东西是我们六根六识达不到的。啊，现代的念力科学已经证明。这些原始文化对于显灵、治疗或信仰是有根据的。啊，提认每一个意念呢，都是神圣的，带有物理形式的力量。啊，这是呼吁，不能够忽略原始文化，啊，不能够忽略他是野蛮人，错了，他有好东西，有真实东西。我们人不知道，啊，现在自以为聪明的人不知道，啊，他们有非常高明的治疗方法，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